早上中午都可以搞出来，这个观念非常强。香，满嘴都是油。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武汉武昌徐泵这边。现在听说他们家的热干面特别好吃，我现在要去尝一下。这涮多少秒？这个没人预定的，看谁开到个什么程度。哦。就是这种红颜色的小酸萝卜，跟襄阳的不太一样。襄阳的它放的是本地的大头菜。在湖北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过早就这样随便端了一碗热干面出现在大街上，香。它这个没有那么干，它这个酱很容易拌的很，菜好都在底下。对，它这个料还有这种就是很稀，料汁很足哈。连吃了跟我一起连吃了三天热干面加带走的北方妹子来评价一下这个味道，哇，它这个比昨天那个好吃。这个汤汁就感觉拌完了很匀，有的那个酱它的那个很干是吧？对对对，拌不开。好香好香啊，它是麻酱配上酸豆角，很解腻。你要不要再来碗蛋卷？每天必备。这一份是几两呀？250克。哦，这要称250克，量大。大碗热干面。